厉害！现在这个我们议事厅这个情况，拜托各位委员继续维护一下。我们3:30，3:30继续协商。他把秘书长的文件抢走了啦！我们三点半继续朝野协商。来，我在立法院看到，不管是怎么样的政治攻防，都没有这张照片来得这么惊悚。大斌，你应该要对这个青辉道歉。民进党一定要克制，让你们的委员不能做出这么危险，而且对女性非常侮辱的手段。刚刚在全程，因为我并没有在前面看，我在整个后面看，我看到这一个景象的时候，简直就是我在立法院22年来看的最惊悚的一幕。第一个，我看到的嘉宾委员在立法院，他一直以来都是用这么样的冲动的举动在对这个议事攻防。这次我们要谴责嘉宾委员，你这样子是要让我们的女性立委，尤其是青辉置人于死啊！我刚看的真的是非常惊悚，我也非常谢谢 TVBS 的媒体们，你们把这一幕给记录下来了。我当时简直就是手机拿起来要拍的时候，我都来不及拍，因为青辉已经掉下去了。我觉得这个部分，民进党或者是我们的院长，你一定要主持公道。所有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，包括女性的立法委员，要对这张照片做出一些道歉跟说明。我觉得太可怕了，这22年来我在立法院看到，不管是怎么样的政治攻防，都没有这张照片来得这么惊悚。太可怕了，请问你还好吧？我就很担心你下去，因为这样子，我们运动的人都清楚知道，大家看了没有？他的手是放在青辉的脚跟，对，这个脚跟就简直就是让他毫无招架之力，整个人是要这样整个倒再冲倒下去的。万一真的青辉的这个所谓的核心力不够的话，他是整个头会倒着地的。但是我们刚刚看他刚头没有着地，好，有所幸没有着地，不然这太危险了。我觉得我们要谴责嘉宾，嘉宾你应该要对这个青辉道歉，包括所有的立法委员，待会如果攻防还有这类情形发生的话，我觉得民进党你要克制，民进党上长一定要克制，让你们的委员不能做出这么危险而且对女性非常侮辱的手段。开枪插队了，开枪插队了，开枪插队，不管下山，开枪插队了，现在搞那个当兵，开枪插队，现在到可以，开枪插队了，好水那么，好水那么，好，你打的多啦，好水那么多，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好吗？你打的多，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，你打的多，不要动手，你打的多，干嘛喷口水？你打的多。我想这个国会改革无法的通过是现在我们国会最优先的事项，所以太平岛能不能去当然要看这个表决能不能结束，所以我们支持是要到表决结束以后再继续下面的行程。其实不只是太平岛，像其他很多委员都有各式各样的行程哦。那我想民进党试图拖延表决的进行，是不是没关系，我们就奉陪到表决到520当天都没有关系哦，是不是？他们就是要让赖清德总统丢面子哦，故意拖决拖这个表决。民党是不是根本也不想去参加520啊？所以这样继续拖下去，说不定表决到520当天哦。对，我没有还没有开，等到那个开始再开，开始就会开。对，讨论项再开始开，对。不会上会啊？为什么会上会？没有，就是表决啊。
就是表决、啊。那刚刚这个民进党很多委员都一直污指说国民党团使用暴力啊，特别这个乱讲哈。我有传给大家，在我的群组有看、啊。当初哦，之前我在立法院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？看得见吗？我在哦反光哦，被民进党团在地上压在地上殴打，这个也是我后来一直带着全部武装的那个的原因啊，好，所以民进党团才是始作俑者，暴力党始作俑者，怎么会不得已的？他们可以好好的，像我们排这边排三天啊，他们可以照顺序排队进去，大家签名啊、报到啊，然后进去表决啊、举手啊，怎么会不得已？他就是冲上来才会，他们是故意的啦，没有什么不得已，他们是故意的。拿党旗，他们拿了一个旗子是吗？对啊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哦。刚刚不是我听到民进党委员说进厨房就不要怕热嘛？如果你担心被打、被殴吼，又或者推挤之间有什么冲突，你就做好全套装备啊，就做好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就做好所有的准备啊，不要自己受伤再来这边这个讨拍，对不对？把工具准备好。受伤第一席，你们叫做哦，那就不协商，就散了不是吗？我不会插嘴，像他那么没礼貌。我不是插嘴，刚你插我嘴啊。没有，你去跟到来的。人家本来在访问我，那你先讲，我还没讲。好，让他讲，让他讲。你爱讲你爱讲，你去讲嘛。没有啊，那你讲。你们是拒绝协商，因为他刚，你们默契啊。他刚刚说错的认知作战，来跟你讲。我没有说认知作战，我觉得你是坐在做认知作战，做个给国人做个记录。我刚刚是站在主席台旁边，因为我要保护韩院长。那中央兵委员在一楼，他自己找了一个椅子垫他的脚，所以他就踩着那个椅子要跳上来。所以呢，我就站在旁边保护韩院长的时候，被他扑上来扑倒在地。对，但是我是从桌子上掉下来，所以我的脚就是有受伤。可是他当下可能他自己有点不好意思，他一直跟我道歉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暴力真的不是很好，因为你不分青红皂白的，不管是谁，你就是用尽生命在那边扑倒。我个人是强力谴责。其实我只是在保护韩院长，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件事情。对对对，我没有想要跟人家打架的意思，我只是想把韩院长旁边的位置站好。